需要漂亮，一个美的不一样，这是第一层屏障，想都不要想，什么好不过形象，最好不喝又明亮。讲话要轻轻讲，妆容要轻轻爽，标准不一的褒贬，我不要等着变色挑选，要有一些闪光点，最好明亮再别太耀眼。我刚刚下了逐客令。